大伯，我摕到一份哦，足重要的资料，对你的影响足大诶。是讲我立下这么大的功劳，你是不是爱给我什么奖励啊？我都已经给你转来做副总啊，请问你搁有什么奖励？啊，副总这个位置哦，只是看起来水水，啊，实际上也无什么权利啊，爱有钱才有权。大伯，我保证，这份资料绝对值得你给我奖励。歹势呢，我无兴趣啦。这款古早时代影片，你家己偷偷欣赏就好。等者，你还未看就是要走，你莫伫遐假神哦。等者，你拄则讲古早时代影片，你是透早都无看的人，你是飞去泰国？你知影我当去泰国？我来跟你讲，我有千年间顺从你，你敢要相信？你若是去泰国，而且去皇家银行，你卡手阁真猛。我打得着着银行的行长，你物件都已经摕到手啊。若是你知影有这个物件，你是安怎卖毁掉？我本来是唔知影，按我怎啊你去摕，我就知影。我都要感谢你，把这个古董挖出来，我先免白了工啊！起来！你这个戆查某，你的办公室我早就伫咧监视啊！你摕这个随身碟咧细细念，我拢看在眼内啊！上来！我即摆就来欣赏一下，看当当年我迄个水母是偷藏我什么精彩的影片。伊在打，我伫做会到，我让证明讲，假用心的，我袂了工。凯勇，你安尼是咧创啥？你真的要抓你小弟做证人？你真的起笑啊！不准你来做！我问你，这影片的内容，你跟陈东俊拢看过了哈？滚！真好嘛，你就这物件。唔，那无交予我，佫摕来威胁我、恐吓我，哦，我真正是饲鸟鼠咬布袋。那呢，我嘛无需要留你这个下戏下情的地府啊！我归去，就甲你甲陈东俊玩一次爱情动作片，四鬼爷爷的，看你怎面子做人。大伯，我知影唔对，我拜托你莫安尼做。我要唔敢。你伫阿姨门头前嘛是安尼，歹代志别空，就规个叫唔敢。哦，你腰脊骨真软 Q 哦，话规就规，真的是白见笑你。阿伯，我真正唔敢，拜托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哦，我唔拿，给你一次机会，而且我要给你奖励。你不是一直甲我讨奖的？不，我不会。会当替大伯办代志，本来就是我应该做。我不会什么奖的啊。好了好了，你的奖的就是独占一支。阿伯，我拜托你莫安尼做，我无想要死。你无想要死，你就让林子健死啊！林子谦是，是安怎要安尼做？这你免问啦，你敢不是嘛足讨厌林子谦的？啊，不过吼你足戆的啦，你一定无法度接近林子谦。别紧，你叫陈东进替你想办法，
只要把这个毒针打在林子倩的身躯内，其他就不用管了。这个东西我就拿走啊！明仔我若无看到林子倩的白贴啊，大家等看你跟陈东军拍的爱情动作片。在这拜托我想办法处理林子倩，伊就家己送上门啊！迄真正是鸟鼠入牛角，稳达达。林子倩，安怎？看到我，哪会这尔惊吓？你到这是要创啥啊？人咧讲啦，上恐怖的敌人啊，就是前任啦。我看到你，当然嘛是惊。你嘛是我的前任，我就唔惊你，你是安怎这尔惊我？你是啥物时阵变到这尔无胆？相公无胆，你爸虎怕虎啊！既然咱两个人这尔熟啊，我就唔免讲废话，直接讲我的问题。李秋桃是不是有公开用犯罪证据？林子健小心，哪会这尔灵通啊？到底想讲出去？吴蝶应该被死过，别讲吧。你敢知影？你大概不被清楚状况，这种好歹的表情，真正是有够够刺眼的。哎呀，我听无你讲啥啦？什么公开用的犯罪证据啊？你搞偷听啊？科技的时代，早就无啥物代志是秘密。既然我知影你手头有这张王牌，我就想讲，咱应该互相斗相共才对。哼，咱是有啥物通好互相斗相共的啦？你嘛知影我即马是江博士上我中的地主，你是蝴蝶好客呀。咱有无极集团这大树会当靠，你是安怎要去环宇集团甲饭菜下手去靠恁饭呢？而且不管你搁看哪拍拼，伫个环宇集团，你是永远无可能出头天，因为你是陈忠信后生。既然安尼，你是安怎无爱带枪投靠？咱两个人甲蝴蝶、钟博士四个人联手，甲江开用烟火岛，咱做伙来将马五级集团，那不是真好？虽然你讲的是真有道理啦。要唔过无极生计呢，哪有可能用我啦？你是卖讲无可能，这就要看你手头的证据是唔是有够关键，会当甲公开用烟火岛。你若是有这么大功劳 ，everything is possible。好啊，无你先坐啦，我来泡一杯茶给你啉，你才偷偷甲你的计划讲我听。踮伫无极生计啊，都敢那张君南一个靠山尔尔，安尼恐惊无够力咯。这唔免你烦恼，我唔那是甲钟博士关系真好，还佫大少奶奶魏仙梅嘛真信任我，我相信我是有一定的分量。那是咱用个做伙，甲公开用烟火岛，未来的局势确实无同款的。所以你就要赶紧我知影你到底有啥物犯罪证据。好，我即马摕互你看。你是甲我做些啥物件？
啊，我嘛唔知影这是啥呢，规定啊拢是互人死去的物件啦。林子倩啊，你哪会这样天真啊？你就是讲你安尼搞我画山画水，我就会相信你哦。哇，想袂到这个针住落，效果这么紧啊！你的红军嘛已经出现一挂血斑啊呢，而且规身躯嘛开始皮皮喘，拢喘袂停啊！去啊，赶紧去啊！我去找你新的阿娜达张军人，叫伊赶紧甲你救啦！啊，若无着算讲你的靠山啊，搁较济嘛无效，山拢要放弃啊！拜拜。虽然讲蝴蝶迄份啊，不公开用手去啊，啊，不过我紧，好佳哉，我有辈分，我实在太有智慧啊！这就是我伫王德祖立下的头一个大功劳。冯仔啊，你敢要看袂到我的车尾灯啊？哦，原本我叫是讲咱的江总裁迄个转身术哦，已经是足伟大的成就啊！啊，想袂到啊！吴极甚至更加厉害呢！伊若是要转身哦，根本就无使用什么火，只要在电脑的这个键盘顶面刺一下，就会当完成啊！你讲你要信吗？你是讲吴极甚至也要转身术？嗯，咱江总裁是传统的转身术啦，啊，不过吴极甚至啊是科技的转身术，安那是不是感觉足好奇的？你若是当证明这是事实。总经理这规矩，绝对都合理。当然嘛有啊，来啦，这个人事部答应啊，我已经替你写好了。啊，你只要签名呢，就当公布。另外，我爱你保证，我的任期至少爱有五年。签啦，我保证你绝对袂后悔。见过你啊！假使讲你这政府无够力，我随时可能把你这总经理换掉。那是当然的啊！我就是有这个把，唔才会敢甲王德祖你来谈判啦。来，所有资料拢在这，你都偷偷看了哈。那你这个人事部答应啊，我就先提转去欣赏一下嘛。明仔载我就直接打伫个公布栏啊。这陈同志，上好卖搞林小伟，今日无伊就再死。对冲啥？啊！我袂用停啦！即摆情到最后一步啊，我绝对袂用停。这是 K 王给我全新的技术，只要甲 K 王伊的意识，伫咧港船脑内底 ，K 王得当救港船身体，我再挖起来。姜开阳，今日个军团身体逃走，该做成什么？这个模样？哪里都袂舞，赶快警团，别说是白人，警团，警团，警团，靠，警察好，我今好你死不葬身之地。